要开车进去里面吗？我帮你打开呀、哇！哇，啊、里面怎么停一台这个？这里是停车位啊，那你那一台要怎么停进来？啊，不是啊，那你就停在外面走。这一台是拖罗号吗？爸爸，等你一下，妈妈。这一台是拖罗号吗？对，拖罗号。我要停进去了，我要卡住了。哦，再开车停进去。要开车门啊，怎么从窗户跳出来？你怎么没有打开车门，从窗户跳进去？太奇怪了吧？好，关门。哦，关起来了。我要开进去里面。你以为这里是？好了。好了，要开出来了吗？爸爸，这个拿你。这个要给我做什么？给你这个打针。啊，打针呀！帮你关起来了。哦，那要帮妈妈打针吗？那你要打针吗？你也打一下好不好？